此时的八一广场可以说是人头攒动，数以万计的各界群众参加到现场观礼，感受这神圣庄严又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我们看到64名礼兵身着仪仗服，拥护五星红旗，从八一旗纪念塔齐步走出。相信今天他们也将以完美的表现，在八一广场升起那一抹中国红。他们步履铿锵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沿着八一广场中轴线朝着广场正中央的升旗台走去。接近广场中心，护旗方队正步便齐步。三步走，3名升旗手和1名指挥员走上升旗台。国旗。
升旗仪式的结束，现场指挥发出号令，一瞬间，2500羽和平鸽腾空而起，翱翔在八一广场的上空。天空中的歌群呢，为此次的升旗仪式烘托出最热烈的气氛，同时也把此次活动推向了最高潮。八一广场上空飞翔的2500羽和平鸽，饱含了英雄场儿女对南昌这座伟大城市的深情祝福，也完美表达着大家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。国旗与朝阳齐升，笑脸与祝福长存。鲜艳的五星红旗不仅飘扬在八一广场上空，也飘扬在祖国的每一处山河。告别2023，迈向2024，新的一年，我们锚定新目标，以自信发奋齐心的精神状态，投入到新时代新南昌的各项建设当中。是的，新年新气象，在这里我们再次祝福各位收看本次直播的网友们新年快乐。作为官方直播平台，将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直播。好的，今天的升旗仪式直播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Thank you.